绝响当年而不长，事过年半，半周年快乐！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GL 的赛马频道，我是 GL。首先，先感谢赛马娘可以来到半周年，而我做赛马娘的影片大概也有一段时间了。关于我在影片里一些奇奇怪怪的吐槽，就暂时不说了。先来说一说今天马娘所更新的新卡池，这一次新卡池万众期待，终于迎来了新的友人支援卡。那个踩我的眼神让我欲罢不能，就是这个肩本离子和绿色恶魔还有同生院是同类型的，那我永远喜欢绿色恶魔。首先是面板，和绿色恶魔相比是少了一点，可是却多了赛事和粉丝数加成。还有其中一个三突破和满突破的差别，就是绿色恶魔加的是出气速度，和离子加的是出气耐力。然后是技能，技能这里是金色的一阵风、中盘加速技能和三个天气技能，上面的这些其实都不太重要，最重要的还是关于友人约会的事件。首先，每一张友人卡都会有约会事件的，只不过怎么触发会稍微有些不同。离子的这一张就是他的羁绊到了三阶段，也就是绿色的时候，你就会看见他在嚼了吗？这时候就有如约会大作战一样，会出现三个选项，选择第二个的话就会钓上它，而第一个和第三个的选项则是会给予天气技能或者恢复心情而已。然后五个约会事件里，五个都会恢复体力和恢复心情，其中一个还会给予37点的技能点，第五个的约会里才会学到一阵风。预成完成的时候和绿色恶魔一样，都会给予25点的技能点，只不过增加的属性就只有耐力和更新而已。然后是大家的妹妹米玉力量卡，这张卡美爆。首先面板是很不错，得愈率高，有耐力加成和训练效果加成，一突破后会有力量加成，而且基本上无突破就已经相当不错了，满突破只是提升版面的数值而已。技能的方面，米玉就把小海湾的圆弧拿来用，技能都很乏用，有一些则是线性和长距离方面的，其中最厉害的还是他携带的四个 debuff 技能，其中有三个是针对先行马的。至于事件这里就有一个比较特殊的，那就是其中一个事件会让你直接恢复两次心情，不是分开，而是直接提升两次。这一期的资源卡我觉得都蛮强的，可以的话就抽，反正半周年给了很多水晶，别跟我说没有，没有就可。然后就是不是那么重要的新时装马娘马奇康呢，弗莱的新决胜服，这个马娘老实说最初时那个已经五星了，看到他我就硬了，我是说拳头。和普通的弗莱一样，适合跑中长距离，跑法是插马最为优质，最主要的属性是耐力、更性和智力，各个10%。接下来是技能的方面，固有技能是大幸运。赛事的后半名次在前几名的时候就会加速，然后觉醒的技能是金色的长距离加速技能和金色的内在体验，我说的不是内在，而是赛事的内侧。然后这里好像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件会发生，若对弗莱有爱的话你们知道的。好了好了，今天时装的还有一个叫青春杯的新御神玩法，我是大致上玩了玩，感觉好像一样又好像不一样了，关于青春杯就需要再稍微摸索一下了。我是娇，我也想要有一个米玉妹妹，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